今年过年，一卡通推出了麻将造型卡，一感应就会发光，吸引不少人来购买。而现在，优卡和知名的游戏公司合作，推出一款迷你版的游戏机摇杆造型。由于呢，仿真程度非常高，在网络也掀起轰动。这几年，优卡的造型千变万化，有乖乖，还有宝贝球，甚至是味精，但这些都已经不够看。我手上这一款最新的游戏机摇杆造型非常吸睛。一刷卡立刻发出白光，火红游戏机摇杆竟然也能变成悠游卡。看看它，同样采用经典雾面黑色，精细的做工，每一处小细节，仿真程度都跟真实摇杆一模一样。一推出，询问度破表。那现在尤其是疫情的关系，很多这个朋友们都宅在家嘛，哈，就是玩游戏的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哎，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款，应该大家会蛮喜欢的。从疫情中创意发想做延伸，悠游卡公司和知名游戏公司合作推新造型卡，6月3号开放3天预购，主攻游戏迷。这次开放数量多，就盼能带动买气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希望能够用预购的方式，哈，就是说事先就可以预购。那数量也比较多，有28000个。看准人人一张悠游卡，业者锁定各个年龄层，推陈出新。过去就曾把乖乖饼干变成迷你版造型，还有年轻人风靡的超夯宝可梦、宝贝球、月光宝盒，甚至怀旧风系列，每每推出，通通造成抢购潮。而一卡通同样看准商机，从蓝白拖秒杀到今年因应过年推出麻将造型，一感应还会发出光芒，如今也库存不多，胶囊卡片造型求新求变，魅力无法挡。董事长罗敏龙、陈文君台北综合报道。